怎么了？哎，哇，谁送的？嗯嗯啊，好大的一束 rose， 大清早就给你送过来了。我？对。祝你好心情。你走早上干啥了？也不留个名儿？谁呀？喂，你好，找谁？ 三角集团的苏琪，什么集团？三角集团。三角集团谁啊？苏琪。苏琪，真的？是网民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派人把花送到了牡丹公司，就是想给你一个惊喜。啊，是这样的，苏总，我这个人有鼻炎，对这些花草的碰不了。您送我花到底干嘛？董小姐是个爽快人。 所以我想约董小姐的时间一起吃个饭，聊聊天。哎呦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最近工作特别忙，真的没有那个时间。董小姐，你三番五次拒绝我，是不是因为当年的事儿啊？当然不是，您想多了。对不起，我真诚的向你表达歉意。就让当年的事儿过去吧。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的话，都可以告诉我，我会尽力帮忙。您的好意我心领了。 等到咱们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，我一定去赴约。我还有事先不跟您聊了啊，拜拜。董。